他还有一个迷思，就是以为变紧是让男生舒服，其实 no no no。对，女生也是，女生很多来找我都是觉得他没感觉，也许是男方的问题啊，太细小。对，但是我有遇过，我就说，哎，可是我觉得有可能是你的先生就是年纪大了，或者是太累了，变不够硬。但他说没关系，我总不能叫他去做些什么，所以他就说，那我来变紧，对，好牺牲哦，对不对？他就说，因为我也想要有。想聊就聊，百无禁忌，欢迎收看性治疗研究室，我是瑞斯，今天要来聊一片包包哦，然后邀请我们的美女医师萧医师。大家好，我是萧阳城医师，女人的好朋友瑞斯好。哇，医师真的很漂亮哎，想要请问一下，就是您这一生就是医生生涯，医生生涯看过几个妹妹呢？太轻了，对对对，就是，但有些妹妹看过，但是没有做过。但是我们通常的确是在临床上比较会认下半身所以你就看到人的脸，这是谁啊？然后一看下半身啊，你是那个谁嘛？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蝴蝶包，然后每次要行房的时候，就像挂包一样这样搬开，我就觉得不太舒适，而且就是平常比如说用那卫生棉或护垫，可能就会觉得一块肉坐在那边会不舒服。所以我主要是要去做它的外形的。对，那想要问一下医生，就是有做这个手术女生很多吗？还有什么样女生会想要做这个呢？其实刚刚瑞斯说到啊，就是你的不方便，其实已经不是外形问题了，已经算功能问题了。对，是两个人生活的时候就还要掰开。对，如果在黑暗中有时候还进不去。对，找不到洞。对，甚至是如果你不小心把它给卷进去，超痛。所以简单的说，其实我们女生就是一个开口嘛，对，上面是阴蒂，阴蒂上面的那一块三角形叫做阴蒂包皮。是，那阴蒂包皮的旁边如果还多了一些肉肉皮皮，那就叫阴蒂侧包皮。对，那在我们的就是阴唇的两边，这叫做小阴唇。对，所以如果说小阴唇长，上面长、下面长，整个长都有不同的形状。对，对对对。那所以其实，在医学上来说，总共大概分成三型啊，分三分之一，上面比较偏长的这一型。所以有的时候有人会跟我说，我下面长得好长好丑，其实我看起来只是上面长长的，下面也是细细的。那第二种就是中间长，也就是大家最常看到，就是比较像蝴蝶。对对对对对。那再来就是第三型，就是从头到尾都大，又大又厚又长。那这个有可能就是会一路包到我们的阴道开口的下方，变成一个荷包。那这个在十大名器里面其实是一个好物。这样子反而是好，为什么？但是如果有人真的去看十大名器啊，里面其实都在讲说怎么样让男生舒服。它包得越紧，它越舒服嘛。也就是外面的这个小径，如果就是困难重重，你就会被包覆的越大段。但对女生来说，就有可能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些，就是太长了不舒服。所以大家就是不要用十大名器来看女生，说你有什么问题，那你不要去做手术啦。你看十大，你有符合这个什么章鱼啊、海葵包包的紧紧的。十大名器算是一个古时候的一个形容。古时候清朝。医师，我想问，所以我做完一线包之后就可以变十大名器吗？变得漂亮又变紧，这样子。好，紧是另外一回事哦。太好了，对，有人知道紧是另外一回事。对，变漂亮，我觉得有一个迷思，大家都以为割掉大部分就会变粉红色，但是很多很多人的整片会全黑，所以我在咨询的时候还是跟他说，我们预计会割到这边，那你可以看看你这边以内。可能是粉红色，可能不是。对，所以我遇到很多他的这个割的这两条线以内不是粉红色。对，那我跟他说，你可能形状会变成一线包，但是没有变成粉红包。如果变紧的话呢，就是要从阴道口以内，那有个手术叫做结构式紧实手术。那这个手术就是从最外面一直到我们的子宫颈以前，整条我们的道路都能一层一层的把你就是结构式的变紧。那这个最常需要的还是有生产嘛？产后妇女。对，因为有生产，我们在自然产的过程中啊，有可能会损坏到非常非常多的结构，尤其是最外面的一个会阴体肌。但是我也有遇过有怀孕，但是是剖腹产，没有自然产，还是变松。为什么对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的体质有关系。对对，用多不见得会变松，但有可能你遇到的是就是太粗。对。黑人常常用一些比较大尺寸的器具，玩太大了。对，所以这些都是跟生小孩有点类似。那想要请问，这个可以跟胰腺包一起做吗？可以耶，我们现在非常多人这么做，一次就是对。它生完小孩，它变
松了，他还是希望可以把它恢复，但他也觉得其实我的外面不好看很久了，但是因为以前没那么盛行，再加上说，哎，既然是两个手术，那我如果一次做，对啊，都全麻了，对，非常多一次做。那我也有反过来啊，就是原本是想做一线包手术，那说那我不要顺便变紧，对，这个也有。但刚刚还有一个迷思，就是以为变紧是让男生舒服，其实 no no no， 对，女生也是，女生很多来找我都是觉得她没感觉。也许是男方的问题啊，太细小。对，但是我有遇过，我就说，哎，可是我觉得有可能是你的先生就是年纪大了，或者是太累了，变不够硬。但他说没关系，我总不能叫他去做些什么，所以他就说，那我来变紧，对，好牺牲哦，对不对？他就说，因为我也想要有感觉，对，因为我们阴道里面是非常钝的，他就为什么有些入珠要入很粗，就很大颗，不然小小的感觉是没有。所以如果我们够紧啊，有东西进来，我们才有感觉。哇，真的是为了爱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的影片，谢谢肖医师跟我们的分享。是是是，喜欢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订阅我们的性教研究室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